赶紧进来，他还不好意思了，你们，哎呀，进来吧，我有好吃的，快点，哎呀，赶紧来，嘿嘿嘿嘿，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，老铁们，这是我刚出去溜了太会儿，不想回来，哎，溜太圈也挺累。所以说，为了一绝活，有人把它烤了。川哥，哎，你的，我抱回家，下锅吧。行了，交给我吧。来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咱们提前把火先放到罐里。然后温温温温这个锅，到时候烤的也快。老铁们，咱们调一个料汁，生抽、蜂蜜、蚝油。盐、鸡精、搅拌均匀。同学们，现在这个鸡啊，咱们已经处理好了，然后拿咱们调的料汁啊，给它全身里外全部抹一遍。这要不要再来一下？嗯，不用。你确定啊？我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的告诉你，没事。你肯确定啊？你肯我定了。我挂上去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掉了今天晚上吃你啊。嗯。哎呦，这热了，这是火，哎呦呦，这火会不会太大了？要不要把那个风口堵住？哎呦，看看，看看效果如何？哎呦，看不见了。哎呦！看样子还行哈，挺焦。那这样不好看。屁股朝天，好，慢点，慢点啊！你要先 K 一个屁股啊！我得拿一个进去。嗯，不行，那烫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哈哈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就啊，看着汁水，你是大哥，你真是大哥，剁到了，就拿会儿剁，撒点料，
来洗澡。要奶吗？不来了。我给你加一个。你不是饿了吗？大伙儿吃肉吧，你的。给你这块过来。你吃吧，咱俩吃一块够了。给你放点辣椒面。嗯，对，这是哪儿？辣椒面。这是哪儿？还行是吧？小块的。不是。有点柴这肉似的。他这狗都这样玩儿啊。鸡肉有柴。太棒了。嗯，太香。我吃的是。嗯，对。吃的是辣。嗯，烤的那个牛肉似的。嗯，快吃！那劲儿真够，真有一股牛肉味儿啊！嗯，真够了，慢慢吃。我操！妈，那啥啥？这是什么？这火鸡啊，跟普通火鸡还不太一样。啊、嗯，这是说什么？是散养的。这山上养的哦，是当中。你说咱普通养的鸡啊，或者这火鸡啊，他们都是圈养的。嗯，它是跑，这吃有劲啊。嗯。哇！我操！真香！真香！真好吃。嗯。你想吃的东西吗？想吃鲍鱼。有花了，太简单了。刚吃完了帝王蟹，那行，帝王蟹有点难度，但可以满足。我吃了有意思了，你看自个做的，凉皮啊，嗯，就是第一次烤没什么经验，嗯，烤有点火大，可以的，感觉要是再烤，你要烤鸽子，20分钟。不能时间长，20分钟就行。这是今天火还有点大。我知道，我给你，他就是火小的。我也说，咱俩是这个跟你。那以后干啥来着？哎呀，你别说那没用的，行不行？我不相信你有这实力。这样的，闹玩意儿。嗯。哎，真不累。我的鸡啊，今天烤的就是稍微有点长，有点柴，整体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嗯，下次再做，啊，一定改进，是吧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小伙伴去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